又失眠了，我就想就警告自己不要睡觉啊。你看昨天一夜没有，前天一天没有睡觉啊，一天没有合眼。昨天晚上我累播到两点，播到一点多，一点吧，你看按说正常又该困了吧，躺那儿还睡不着，又到三四点才睡觉。哦，就是这两天有事了，一有事就睡不着，没有事的话还行，一有事的话就是把自己播累了，我躺床我就睡着了。我经历过哈，是不是？嗯呢，我就感觉都是到了一个点儿，那天因为每个月就那么点儿，对吧？这个感觉你们没有过，有过真的很痛苦，你会想不到头，你会看不到出路，你会觉得这个人这个时间哈很灰暗，基本你就觉得卖货挣，你就觉得。你就觉得卖货挣米都没有什么希望，为什么？因为看不见生活头啊，因为明明看到以后了，但你也解决不了事儿，亲们。啊，这个护手霜在，这护手霜是护手霜啊，亲们，护手霜9块有两瓶啊，这不是啊，这护手霜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们体会不了这种感觉，可痛苦了，因为这是心病，知道吧？因为你给大郎，你明明知道大郎俩过不长，对不对啊？也过不到头。但是你还看不，你看透了，看到结果了，但你还走不出来，你还离不了，知道吧？你还摆脱不了，出不去，就是说你往前走，你走不动，你往后退吧，又没有出路，这种感觉是让你最最绝望的时候吧？我是觉得这样，因为大郎俩这个状态已经就是说，真的，我好多回告诉自己啊，大郎只要好好回归哈，俩人只要能正常回归的家庭哈，我急眼和他过吧哈。真的好多次就这样劝自己，哎，好好过哈，就不要在乎他那个呀。关键他跟那女的他又不分，懂不懂？他现在卡到这儿了。妈，哎，你先回家。明儿一定回啊，天黑之前必须回哈。再有两个小时，再有半个小时天黑了，天明，天黑之前必须回家啊。那我去买菜了啊。来，跟他在最后介绍一个产品期哈，等下播了哈。我辛苦几年啊，有时候想想辛苦几年，我又不想把孩子带大，我又不想那什么呀，我不想让自己老啊，姐们，我不想耗自己青春呢，能懂吧？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啊，身材没有变形啊，趁着自己瘦瘦瘦哈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啥？还有青春的尾巴，你到女人五十还有啥，姐们？还有什么，姐们？啊，啥都没有了呀，能懂吗，姐们？你是不甘心啊，你是想着，哎呀妈，不走，挺死他俩。听吧，看人听过谁，熬吧，对不对啊？只要不走，那永远他们就是怯，听。有时候想想又想不通了，跟人家听干啥嘛？跟人家干嘛要听呢？对不对啊？听了人家过了，人家俩人好吃好喝好住着，对不对啊？咱把青春耗完呢，你值吗？你突然之间觉得亲不值，给这老人耗的不值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你才觉得亲哈？你才觉得哈，你的路哈，有时候真的看不到出路了。你们是没有遇见这种问题，真的。当你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，你都知道了，很难很难，选择很难，啊，不好，你不好去，反应过不好，啊，他让你就是属于内耗哈、啊。手里的这不是一套吗，亲们？来，最后介绍一遍去哈，咱们家这护手霜啊，不是，这说错了，咱家这个套哈，水和乳，干啥了呀？脸松松垮垮，提某拉紧某质，干纹细纹，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，对抗岁月，大干皮沙漠肌超补水，皮肤暗黄暗沉蜡黄的黄脸婆的人去用，亲们，这一套哈，一瓶39啊，这瓶39.9，一套是69.9，68.9，78.9，78.8，78.8，但是你买一套的话，今天69米，你买这个链接啊，亲们，买这个链接，啊，一定要买一号链接，它才是成套的，能便宜10米，这个。看没有，只要耗着吧。离婚会分吗？会啊，离婚肯定能分呐。他就不愿意分的原因，可能想怕分他钱吧。但我说了，我也不讹他，我也不像日本人那么，我给我平分也行，稍微分过点也行。真的，我又不想跟内耗哈。这套哈，50了，所以说有些也46岁的，可能也离不起了吧。哎呀，就是想让自己心情过得好点儿，老弟，知道吧？你们眼不见心为净，他每天当着你的面儿去打电话了，出来好几个小时，你倒想把他当空气。有时候你咋个当空气？你看不见你不生气，看见的话你还会生气，对吧？每天半夜出去，每天半夜都出去啊！来，亲，买这一套哈，姐们，这一套哈，
一定买一套，你去试试，你不要看它便宜，可千万不要便宜，你一套这么便宜啊，69米一套哈，都买一套了，你一用试试，我都卖很长时间了，里面没有糊怼，没有巴怼，日本的，没有香精，没有色素，在这买不到假货，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，你皮肤暗黄暗沉的，去黄它去黄提亮，脸松垮垮，提马拉紧卯致，干纹的、细纹的、抬头纹的、法令纹、川字纹的，它可以对抗岁月啊，大干皮、沙漠肌，不管什么皮肤都适合。阿门，你买700多，你给对比，真的，你这东西现在不管价格，你得看里边糊怼巴怼没有狠活黑科技，小分子特别容易吸收啊，一抹都让你抹开了，很好就吸收了一个产品，而且也不油腻啊，但还保湿，啊一套哈，啊是不是？你用试试去啊，用试试啊，这套过了，阿姐们赶紧买菜去，5点了，还有啥？还要啥，姐们？还有啥？没有了哈，走。哎呀，走，哎呀，我一会儿再上啊，行不行？我先挂啊，这边我先去走了啊，去买菜了。一会儿在那，一会儿这边开了啊，一会儿跟他在那个在唠哈，跟他上货武装啊，这边。老公多大呀？老公今年多大了？今年51了呀。走，赶紧买菜，回家就是挨骂。你都买没，亲们？都买到没有？我带着你们出去哈，手机掉10%，手机没有电了，都买没，亲们？还有这个睡眠面膜，有没有懒人，亲们？直播间有没有30、40、50、60人？有没有懒人，亲们？我都用这一套啊，你晚上过来，晚上我都用他家一套护肤啊，亲们。啊，我两叉，早上用我自己化妆品，晚上用他家的，两叉哈。有没有亲用过他家这个睡眠面膜的？免洗面膜，睡出一夜好肌肤，你就洗完脸。用花粉可以，不用也可以，抹完套直接出门可以了，俺们抹完去直接出门就可以了，啊，然后哈，啊，我呀，我觉得属羊人命不好，你不相信吧？不是命不好吧？感情不顺吧？感情特别曲折，知道吧？然后39.9，啊，这一瓶可以用很长时间的，这我自用款，这本这个补水效果可好了，功效和大家成套的这一套的啊，它好多系列的，这套系列的，看没有？给你看看啥样的，哎，没拿过来，亲们，不好意思，没拿，没有，这个睡眠面膜没有拿，算了，走吧，不卖了。我这边有个小灯泡，你们可以买。小灯泡有没有用过的？不热了，不穿了哈，咱们走吧，亲们。嗯，我属羊的，媳妇儿也走了，男的还好吧？我女的是不是感情不顺？直播间有没有属羊的人？来，主要是有属羊的抠出来。你就打打你们感情好不好，然后咱们分享经验。有属羊的人，亲们，反正我身边好几个属羊的好像都感情不是太，反正就一个感情好的，7个人就一个好的。不是离就是跑了跑。因为小灯泡敏感肌不敏敏，是不是？嗯呢，这个敏敏可以退啊，亲们，得有小显眼，得有7.5，小灯泡亲哈，让他熬夜发光，让他素颜变，人家说属羊人老了有福哈，真的。但我也相信，我也觉得老了有福哈，可能前辈子太辛苦，前半生太辛苦了，对不对？等后半生的话，年轻的时候哈，亲们，啊，额头上有蚊子，不是？哎呀，我掉了！哎呀，你早点说，亲们，他可能喝我血了已经。刚才就是蚊子啊，亲们。直播间请有没有上了30岁的人？30、40、50、60人有没有？亲们，来直播间请有没有30、40、50扣起来？有没有30、40、50？老铁，小灯泡让你熬夜发光，让咱素颜变美啊！皮肤暗黄暗沉的，蜡黄的，人家说完黄脸袍的，脸不暗沉的，没有光了，哎们，然后脸上长斑点点的，不管你老年斑、色斑、妊娠斑、晒着斑、黄褐斑，还有蝴蝶斑，你都可以去拍它，亲们啊！一瓶69米，2瓶99。两瓶更划算，两瓶直接省39米，亲们，啊，一定要把咱家小灯泡先泡回家，俺们让咱素颜也好看的啊，皮肤粗糙，毛孔粗大，让你熬夜。你看我天天熬夜，你看我睡觉晚不晚？我早上5点起床，一天睡3个小时，我皮肤还行吧？这两天就一点没有睡觉，黑眼圈还重的，啊，所以说让你熬夜也发光，让素颜变美。有人熬完夜以后皮肤又暗沉的，对不对？粗糙了，毛孔不好了。皮肤不好了，咱家这个熬夜也不影响你的皮肤。哎，你们说精华液浓缩青才精华，啥浓缩呀？哎呦，因为营养全在里边呢，因为咱们年龄大了，哎呀，不能用那种稀烂挂勺产品的，
得用上一样的产品给咱去补一补，阿姐们。所以为啥一定要用精华液，阿姐们，让咱熬夜发光，让咱素颜变美的，皮肤暗黄暗沉的，对不对？去黄提亮，你的脸松，脸上的斑斑点点的，走了哈，不买的走。我的手机没有电了怎么办？手机没有电，亲哈，咱买菜剩10%。哎，我手机没有电了怎么办？我下播吧。手机没有电了。哎呦，给你带上哈。哎，忘拿东西了。差不多去做饭呢，去买菜先，去附近。买菜。